好的，咸鱼哥，观众朋友，的确呢，今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其实我们讲到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这个热带扰动真的发展的非常快速哦，两天左右的时间，先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一早的时候，它已经正式增强成为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台风了。这个台风呢，我们听到台风生成之后，最想知道的是它什么时候最靠近台湾，我们要留意它对我们的天气造成的影响呢？透过了最新的路径图带你来看到，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就落在7月26号到7月27号之间，也就是下周三到下周四的这个时间点呢，看起来会是它最靠近台湾的时候。但是我们昨天明明告诉大家下周一就要留意台风啦，路径为什么靠近台湾的时间点呢有稍微的往后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路径在短短一天之内呢大幅度的修正。为什么说它大幅度的修正呢？原本昨天气象局认为呢台风应该是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比较强，把它整个压住潮汐，通过吕宋岛进入到南海。但是明显今天最新的一报路径呢，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往北修正，靠近台湾了。照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呢，的确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大大的增加。您可以看到呢，现在它的路径，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会是一个穿心台吗？其实现在讲说它是一个穿心台，言之过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即便它这样的一个路径，还是有很多的走法。不同的走法对于台湾各个县市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要透过了欧美的模式预报，要带你来看到。今天带你来看到是欧洲模式还有美国模式的细极图，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线条，这每个线条都是模式呢它去预测出来台风可能的走法哦。我们来看到欧洲模式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有一条比较粗的黑色的线哦，这是整个欧洲模式呢依照各个模式的线条去做出的一个平均线。也就是说呢，欧洲模式呢普遍来看，他们预测到时候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呢会是比较强一点点的，所以呢到时候他们预测呢整个台风呢预计是会通过吕宋岛的擦边球，接着进入到巴士海峡，进入到台湾海峡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走这样的走法的话呢，影响的区域包括了像是南台湾、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受到台风的一个环流造成风大雨大的一个状况。但是美国模式呢状况完全不同了，你可以看到美国模式认为呢太平洋高压势力比较弱，而且比较偏北，所以呢整个台风就会沿着高压的边缘是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来北上。你可以看到明显黑色的这个线条呢预计是会通过台湾的东方海面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还是有非常多颜色的线条呢它的路径有点不同，有一些比较靠近台湾，有一些比较远离台湾。当然走最外面的这一条的话呢，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太大影响，顶多我们就注意一下沿岸的长浪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走这些比较靠近台湾的线，甚至有一条直接是冲着东北角而来的话，那这样的走法就会非常危险。其实我们讲到呢，欧洲模式也好，美国模式也好呢，呈现天女散花的时候呢，通常参考价值比较低，等到它的线条慢慢收敛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它就是慢慢各个模式呢趋于统一的路径。所以呢其实在北转这个时间点，我们说到周日这个时间点再来观察呢会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台风呢看起来是有影响台湾的机会，这个部分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但是现在不用过于紧张哦。我们透过亚洲运语图带您进一步来看动态的图比较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在今天正式生成之后呢持续在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呢，因为这边的一个环境持续有利于它继续的增强，看起来在周日的这一天呢它就可以涨到青台的上限，甚至来到中台的等级，接着开始北转了。如果依照美国模式的走法跟亚洲运语图是比较像的，你可以看到它沿着台湾的东方海面北上，到时候包括了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就连北台湾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哦。但是这都是下周之后的事情了，这个周末假期
我们还不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顶多就是呢周日的晚上开始，可能沿岸会比较容易出现长浪而已。这个周末假期的天气还是两个重点，高温还有午后热对流。那大家会问哪些地方容易下雨呢？台湾雨图就进一步带您来看了，持续吹呢东南风的环境哦，所以今晚上呢，您可以看到包括了台东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会有一些降雨，主要还是山区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当然呢，在山区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之后呢，明天看起来也是有延伸到近山区还有南台湾平地的机会，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哦。所以呢，面对台风步步要逼近，的确台风已经成型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趁着周末的好天气还是先做好防台准备会是比较好的。紧接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你，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33到35度，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南台湾的部分一定要留意，中午过后山区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东半部地区因为是迎风面，一整天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水汽一入，就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白天高温32到33度。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在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